是你偏要被停止。对，笑一个，哎，还挺凶。对，跟儿童比我还行的。一定要生气也会弹琴声线吗？我邻居还在睡觉。会弹琴，我通常会弹电吉他，比较。你说现在比较嗨，就定那个音箱的破音。看一下镜头。吓到了。我们放一个重的东西在他的包包里。沙包。哦，先把超大一个。我觉得应该换沙包。没事，背一个沙包。他可以说，你可以走了，扛要拿。超重。这就是万彪自己的个人魅力啊！还有在书中把云飞跟 Melody 那个深刻的爱情，这才是观众想看的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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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想看的吧？对啊，我们才是重点啊！你这个花絮在，哦，就是这样。只可惜番外篇吧。对，番外篇。只可惜到第十九集后半。好可能，只可惜到。这也太针对了。真的超针对，好不好？哦，来你说。跟谁说本人到啊？后半出现了一个叫皓月的人。对，整个故事感觉走偏了。他写的。走偏了。Oh my god！ 那你还有点生气，冷冷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你讨厌他，你这边装什么傻？这卖什么萌啊？你又不是刘万彪，装什么？女人就讨厌女人装傻，对不对？奎尼会不会觉得天籁小朋友不是你的对手？我不知道万彪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情。抱歉，人总是会成长，会改变。万彪是十年养成计划。我只是想我们家幼稚。突然心情大变，心情大。对，刚刚火药味还很浓，然后现在就变了一个人。我才是正宫，他就一直就是这样。老娘才是正宫，我才是小屁。想跟我起来也不激动。怎么你比较激动？我在演正宫，我才正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星辰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男神时代。